开始就已经倾斜，历经四一八强震后，情况又更加严重，就怕下一次成为不定时炸弹。现在的位置是在园区里面的糖蜜储存槽的上方，因为这边有一项极限运动。Go！TSF 台湾大赛车是全台湾最具指标性的国际赛事了，今年已经是第七年在屏东的大鹏湾举办。翻转概念新思维，世界翻转中，带您认识新世界。